警方陆检建工查获铁工改造子弹。这枪支的寸尺是偌大？九孔还是？丢空啊！嘉义民雄警分局前往执行扩大临检勤务，在大林镇南下36岁铁工陈路平的轿车，警方发现他神色紧张。经仔细搜查后，在右前座查获39发改造子弹成品、4支改造枪管以及许多改造工具。哦，安尼改造算粗啊！恁伫恁抓到的内底啦，粗啦吼。警方调查，嫌犯靠着自己的铁工专长上网自学改造子弹，以每发200至250元的价格出售。警方发现嫌犯放置子弹的木匣质量差，弹孔也高低不齐，改造的枪管还一直裂开，研判他才刚入行，技术只算普通。此外，警方在嫌犯住处又查获他的友人持有 K-Tamin， 警讯后将嫌犯等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共新闻嘉义报道。